BGD 523模号已符合 ISO 7784-2、ISO 93522、GB 杠 T 1768、ASTM D 3884及 ASTM D 1175等标准。该仪器的工作原理为：将待测材料放在转盘上，两个模轮以一定的重量压在材料上，使其受磨耗。可选择多种不同的磨耗介质和配件进行不同的试验。可设置两种转速，每分钟60转或每分钟72转。转速可在0到9999的范围中任意设定。还可精确调整真空吸嘴高度，以适应不同厚度的样品。快速装卸磨耗砂轮的装置，方便操作。仪器还配有吸尘器除磨屑。支撑臂和磨耗轮固定套经过校准平衡处理，并带有精确偏差小于1克的不锈钢负重砝码，确保测试的稳定性和准确性。标配原装进口的 Tiber 公司 CS-10 或 CS-17 砂轮一对，以及 S-11 砂轮预磨砂纸，保证每次试验结果的可比性。仪器包含一根电源线，三组不同重量的砝码，一套砂轮预磨砂纸，一对进口砂轮，5块圆孔玻璃板，一个吸尘器，并随机附带一份校准证书。